把我放在心上，动不动就地到天荒。你问我后的慌，我不再迷惘。手牵手许下愿望，谁对谁都不会说谎。偶尔心受的伤，你从来不说离开，他永远等待，他永远澎湃，因为爱用力爱就是爱，的人还陪我到未来，他永远倔强，他永远疯狂，这个我火热的心。声音运用其实也还蛮不错的，那但会比较怎么讲，还是在一个限度。你虽然是有铺陈有张力没错，但就是轻的部分跟大的部分，就是强的部分跟弱的部分，其实还是在一个限度，就是没有到完全的放开了。对，这一点我希望你就是这边可以再多一点，就是你要放就放到，然后要做。新的语气，那就再轻一些，对，不要担心。对你放的时候，你会有点担心，说怕失控那种。这也就注意一下。然后在后面几次那个我那边啊，他说过很多次，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点明显，就是你高音其实有一点点在漏气，那个漏气会让它变得不稳。对，这边要注意一下。OK， 我这边有写到，第一个就是音色。我觉得你音色是有震撼力的，对。如果今天这个比赛只比到你唱到副歌第一句，你会非常的震撼我。可是我听不完，所以就是因为你在处理这首歌的方式，我觉得有点没有那么聪明。可是你主歌就是酝酿，等到第一句副歌就爆出来了，所以它瞬间是有张力的。可是他，你要想，他后面是有尾劲，可是你后面的持续力，如果你今天到后面，因为你们可以回去听伴，就是如果录音版，哦，就是你前面是放的张力，啊，忽然就，哎，我的麦克风怎么这么的失误？就是前面放的张力，然后突然就开始小声，就是比较没有张力，然后开始哇，又开始有力量，可是你在哇的哇哇哇。一直维持在这样的状态，你可能你做了不一样的变化，可能是旋律性的变化，或是你的唱法，或是你的尾音的口气，或是哪一个部分。我这边讲情绪的部分，你到底哪里是重点？对，因为一直重复的东西的时候，听觉上很容易听到。对，那还有就是你副歌一定要酝酿一个爆点，你一定要先想这个副歌最震撼的。对，以后如果去思考这一点，就会变得非常好，因为你本身就很蛮会唱的，而且很自然。对，然后再来第三点是，你气息的部分如果把它练得再更自由一点，你的高音还可以再更高。对，因为目前这样听，你是因为气息使用的关系，对，让你在高音上会有点气息过多，就刚刚老师讲漏气的部分。所以高音听起来是不够稳定的 ，OK？ 小心。